我有我天空，欢迎身边的听众咧，翻嚟我有我天空的时间。上一集咧，我就邀请到两位视像的兄弟，咁啊，李轩哥哥同埋李星弟弟咧，就同我哋分享佢哋成长咧一啲关于音乐嘅时刻。咁就上集咧，大家咧都听过啊，佢哋嘅一啲嘅音乐啦。咁就繼續同阿哥哥傾下偈先，哥哥啊，係李軒。咁就上集咧，你講到咧就話關於嗰個表演，表演過啲咩咧？上集同啲乜嘢人合作表演咧？上次同個提哥，上次提哥就好開心有機會同兩隊唔同嘅管弦樂團合作啦，特別香港管弦樂團啦，因為其實好難得嘅，即係佢哋合作嘅一定係啲好好著名啊，好出色嘅獨奏家啊，咁先會有機會同佢哋合作到。咁自己有次就喺佢哋嘅籌款音樂會之中，都俾佢哋邀請去同佢哋合作，咁覺得好榮幸咯。咁除咗香港管弦樂團之外，咁其實之前都同過香港芭蕾舞團嘅成員合作啦。咁合作咗一個叫紙上芭蕾呢一個嘅活動啦。咁就一個嘅表演，咁我就係負責鋼琴演奏啦，咁另外台上面就有其他嘅舞者啦，去表演芭蕾舞嘅。係，咁呢個就都簡單啲明啦。係啊，即係只不過係伴演奏，但係管弦樂本身管弦樂應該係冇鋼琴嘅喎。管弦樂其實古典音樂入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曲目，有獨奏曲目啦，譬如鋼琴獨奏啊，甚至小提琴、大提琴的獨奏曲目，不過那些就通常都有鋼琴伴奏的。有一些就是古弦樂團的作品，譬如有交響樂，就交響樂就一般就沒有鋼琴的，就基本上就大部分其他樂器都會有的。另外一種呢就是叫協奏曲，協奏曲的意思呢就是一對古弦樂團再加一個獨奏樂器去演奏的，可以有鋼琴協奏曲啦，有小提琴協奏曲啦，大提琴協奏曲都有嘅。咁就係嗰個獨奏樂器就一個 solo 嘅角色咯。咁、那個個管弦樂團就係伴住嗰個樂器嘅。咁就係、是、所以就會有鋼琴加管弦樂團。咁嗰次有幾多人㗎？嗰個管弦樂團都有成，因為我嗰首樂曲就唔需要太多人嘅，都有成六十人到嘅。六十人喎，六十人係啊，六人定六十人一齊表演啊？係啊，係啊，因為譬如好多支小提琴啊，好多支中提琴、大提琴嘅，係啊。咁但係嗱，你未同佢哋夾過噶嘛？之前未，咁之前會有彩排啦，表演之前係啦，表演彩排一次兩次到啦。咁其實都每次都係由頭到尾彈首歌一次咁樣嘅主要。咁但係佢哋有冇指揮咧？有指揮。咁你點樣同個指揮建立默契啊？之前會同個指揮傾過嘅，即係邊啲位可能嗰啲呼吸位啊，咁同埋都係主要靠耳仔去聽嘅，同埋本身首歌就唔難去夾嘅，咁因為都係管弦樂團去入先嘅，我之後再入翻。哦，係啊。咁當其時緊唔緊張啊？緊張啊！話曬第一次同管弦樂團，因為就你唔同獨奏，你獨奏你甩咗啲都咩？咁但係管弦樂團我一定要繼續去，你甩咗人哋唔知點跟翻嚟嘅，咁你要好淡定去，好流暢咁樣，就算錯咗都唔覺咁樣咯。係啊，同埋要都唔慣嘅，即係聽管弦樂團嘅聲，即係平時多數都係自己一個表演啊，獨奏。係。咁同人夾就唔同，你要配合埋人哋咯，況且咁多人。咁問下細佬啦，阿星啊，咁我都知道你哋都有自己表演過嘅喎，係啲咩嚟㗎？係啊，咁我就即係由細到大都有個理想啦，就係諗住去開一個自己嘅音樂會。咁我前年咧就申請咗一筆基金啦，咁嗰筆基金就係幫一啲青年人去實現呢個夢想咁樣嘅。咁我申請咗呢筆基金啦，咁就諗住去搞一個音樂會啦。咁
嗰陣時就即係一手一腳咁啊，自己揾人去設計海報啊，跟住設計場刊啊，咁跟住就自己去搞埋啲宣傳咁樣啦，咁跟住就咁嗰日就都好成功咁樣，就自己開咗個個差唔多兩個鐘嘅音樂會咁樣咯。一場過？係一場過嘅。喺邊個地方表演啊？喺上環文娛中心啦。都坐幾百人喎，係咪可以？500多啊，係。哇！咁成晚係夜晚嚟嘅。係啊係啊。成晚嘅過程，你自己一個不停彈喎。基本上係，咁就有少少中場休息，同埋哥哥都有彈一首歌咁樣。係，咁就有冇唱咧？冇啊冇，因為呢、這個即係我想係用一個古典音樂嘅形式去帶翻俾觀眾，即係一嚟就介紹一下古典音樂啦，二嚟都分享我哋即係對古典音樂嘅睇法同埋感受。哦，但係嗱，即係你當我無知啊，彈兩個幾三個鐘，我真係唔悶嘅咩？其實唔悶嘅。如果你個兩個幾三個鐘彈嚟彈去都係彈嗰一首歌咧，即係將一首歌 repeat 十幾廿萬次咁樣彈就悶嘅。咁因為我彈唔同嘅歌，咁唔同嘅歌有唔同嘅故仔，有唔同嘅感覺去講翻出嚟嘅，咁都唔會悶嘅。係。咁同啲觀眾交唔交流到咧？即係嗱，你有啲人就中意做司儀，因為咧可以直接同佢哋傾偈嘛。有啲人中意演戲。咁你中意彈琴，其實有冇互動到嘅咧？其實都有嘅，咁因為始終我彈，咁即係始終係同人哋分享咗嗰首歌啦，咁人哋都會對嗰首歌有一種感覺，都有種 feedback 俾翻你嘅。係，但係我嗱，你當我咩啊？我聽過你彈啲歌咧，好似有啲慘嘅喎，好慘情，好多愁善感嘅喎。你係中意呢一類型，定係本身你嘅性格係咁咧？可能我喜歡一類型多一點，因為我喜歡一些即是一首歌裡面可以帶到很多不同的感覺去給你，所以就會即選擇彈多一些這類型的歌啦。那就不是說全部都慘的，那因為是的，那怎麼說呢？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因為我最初認識你的時候呢，你是一頭長頭髮電攣了的，有點像當時的古烈志那些的型的但是你真的看一個人學生仔外形這樣，但是他會彈這些歌，即是我初初想著喂你是不是玩 rock 的、但是竟然你原來是喜歡一些比較深情一些的歌，即所以這個特別的這個音樂這樣。其實都幾個人感受的、係咯，即係即係我係比較中意啲內斂少少啊，或者即係內心少少嘅歌咯，係啊，即係可能比較直接嘅歌，咁其實我少彈啲會，即係表達得直接嘅，我可能少彈啲。嗱，我知道你嘅歌咧就有唱埋嘅，即係自彈自唱嘅，你有冇咧？我少啊，其實因為自己比較少唱歌，因為哥哥多啲啦，演奏就多啲。OK， 問下哥哥啦，哥哥。嗱，頭先都講咗啦，自彈自唱，喂，其實真係好難嘅喎件事。你點克服咧？嗱，即係你就算話，我記個譜都可以靠背啊，仲要唱埋，唱出嗰個感受，又要唔影響到。其實都是練翻嚟，同埋流一般的流行曲就唔會話真係特別太難，即係如果彈簡單的 chord 啊，咁本身流行曲就當然冇古典音樂嗰啲咁難彈同埋咁難唱啦。咁所以自己間中都會即係自彈自唱下啲流行曲咁樣。係，中意啲咩歌星嘅流行曲？我自己欣賞譬如黑琴啦，自己近。就欣賞阿張敬軒啦，咁亦都好彩有機會同到阿張敬軒合作，之前都有機會。係係啊，嗱我即時咧就標咗一樣嘢出嚟啦。你話你中意李克勤啊，係咪？同埋阿張敬軒係。咁啊，李克勤就姓李，張敬軒有個阿軒，咁啊加埋即係你個名噶咯喎。已經係喎。李軒噶咯喎，嚇。係喎。
咁啊嗱，唱歌啦，即係中意嗰個流行曲啦。喂，平時咧喺嗰啲廣告咧，我聽到咧成日都有啲鋼琴啊、墊底啊嗰啲咁樣嘅喎。嗯，有冇啲咩特別深刻㗎？你哋細個先啦。如果即刻諗嘅話，就係、是、之前有個奶粉廣告就請咗朗朗就去。即係做一個 promo 咁樣啦，就、那個廣告就係話就話有個 BB 就多謝多謝父母悉心嘅栽培咁樣，就令到我而家對音樂嗰種嘅熱誠同埋才能。阿朗朗講呢個係咪？係啊，咁就嗰伴奏嘅就係朗朗自己彈嘅一首莫扎特嘅歌咁樣。哦，有其實係咪真係有嗰種感覺㗎？即係如果你去睇嗰個廣告，即係小朋友其實啱唔啱用咧，即係適唔適合嘅咧？聽落個感覺都舒服嘅，都自然嘅，係。莫扎特嘅音樂係好適合小朋友去聽嘅，係嘛？所以好多小朋友，譬如啲奶粉廣告用莫扎特音樂都好啱嘅。嗯嗯嗯。咁、阿哥咧，阿哥你有啲咩廣告特別深刻嘅咧？廣告啊，頭先嗰個都深刻嘅，因為自己都欣賞阿朗朗，其實朗朗都拍過好多廣告，譬如之前幫一間電器產品、電子產品公司拍過廣告，用黃河協奏曲喺個天台度彈琴，咁即係有天台啊，係啊，即係可能係特技嚟嘅，即係特技嚟嘅啫，咁就即係合成。係啦，合成係啊，咁咁就係一頭黃河協作曲，咁啊幾特別啦。咁但係就即係純粹可能而家因為可能我名氣大啦，咁揾佢拍廣告，咁咁多啲人會留意到咁樣。明白。嗱，咁啊本地你哋都有同啲不同嘅樂團啦、合作啊。嗯哼。出國有冇？出過我有嘅，咁首先就上年去過美國華盛頓啦，咁參加咗一個國際展能藝術節，咁去嗰邊就交流，同埋都有一間學校度演出嘅，咁去到體會到就係佢哋即係可以好即係就算有殘疾都好咧，佢哋。唔會好強調講佢殘疾方面，即係會好，大家會好欣賞佢喺藝術方面嗰個才華㗎。其他嘅能力啦，係啦，譬如佢哋寫介紹，唔係寫佢有咩 disable 有咩殘疾先，係寫佢哋藝術方面有幾出色先。哇！呢、這個都幾共融，幾平等喎。係啊，咁展能佢嗰個即係全部都係一啲不同嘅殘疾裏邊。有不同殘疾類別去有一些不同的藝術的表演，每四年一次的，還有他們會很多譬如他們會有口述影像啊、手語翻譯啊，即是在同一個表演裡面都會有這些共用啊，對啦，共用，即是大家不同能力都可以欣賞到藝術。是的，即是這個可以跟聽眾講一講呢，好像我們失明人士一樣，如果你說去看戲是吧，匪夷所思的，哇！你睇唔到嘢，你睇咩戲啊？唔好搞震啦！去到個戲院，人哋都趕你走啦，係咪先？啊，有咩事意外擔當唔起啊嘛！啊，原來而家咧有一啲嘅機構咧都會提供口述影像。口述影像咧就即係咧，佢哋揾個義工嘅朋友啦，專業嘅喎，真係寫曬劇本性㗎。咁啊喺一啲冇聲音嘅場景裏邊咧，佢就會講俾你聽。啊，咁啊啊個演員做緊啲咩啊？當其時有啲咩交代啊各樣咁啊，大家會容易啲理解。如果剛才聽李軒說，即如果演奏表演的時候都會有人做這個角色的，都可以的，譬如演奏譬如出台前或者出台古典音樂那些可能就未必真的很需要啦，譬如舞台劇啊，舞台劇這些就舞蹈這些是可會有的。我最近看過粵曲都有喎，粵曲都有㗎，佢哋好多動作㗎嘛，係啊，做手啊，係啊，同埋佢化嗰個妝啊，著衫啊，嚇，係啦，啊，咁嗰啲都其實係一個好共融嘅嘢。其實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咧，做義工都得㗎嚇，即係覺得你講嘢表達得好好嘅話，咁啊嗱，嗰次出國啦，美國啦，
最印象深刻是什麼呢？嗱，個個都殘疾㗎啦，個個都殘疾，咁你個個都平等攞到㗎啦，可能有啲人睇唔到啊，有啲啊肢體傷殘啊，咁有啲咩特別咧？最深刻嘅，最深刻譬如我嗰日喺有一日喺間學校度表演啦，咁其實啲同學反應，因為嗰度啲同學全部都係嗰間係有色人種嘅學校嚟，但係啲同學好開心嘅，即係係好熱，啲反應都好熱烈嘅，就表演啊，佢哋好興奮咁樣，咁即係台下觀眾開反應好咧，咁自己都會演奏得好啲嘅咯，有時係啊，係啊，咁啊真係特別喎嚇。Hina， 除了美國之外我都知道你有去過大陸演出嘅喎。係啊，咁上年大家知道有上海世博啦，咁自己都好榮幸有機會去呢個咁大型嘅國際活動去演出啦。咁因為其中有五日咧就係香港活動週，咁都有好多香港嘅 artist 啊，唔同嘅團隊去表演嘅。咁我嗰日其中一日嘅演出咧就係自己一啲嘅獨奏曲目啦，自彈自唱啦，咁兼且好榮幸有機會同到一位好著名係好出色嘅二胡演奏家黃安源先生去合作嘅，咁就彈咗一首《獅子山下》啦。咁黃安源先生係中國一位好著名嘅二胡演奏家啦，咁都出過廿幾三十張唱片噶，咁喺佢身上都學到好多嘢。你講《獅子山下》喎，即係羅文嗰首係嘛？係啦。咁上海人唔認識嘅喎，其實知唔知你彈緊咩㗎？咁嗰陣主持有介紹嘅，因為依個係香港活動週啦，咁我係想帶一啲嘅代表到香港嘅樂曲去俾大俾。上海的朋友不僅止上海的，因為上海世博是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很多朋友會去欣賞的，就算中國都很多不同的城市的朋友去看，都給他們認識一下香港的音樂，代表到香港的東西。當時他們喜不喜歡這首歌？他們反應都很好啊，就是我有時聽一些新的歌會有一種新鮮感咯。啊，說起歌呢，你哋兩位有啲咩特別中意嘅？古典音樂又得，流行曲又得，細佬先生。我就自己比較喜歡貝多芬嘅歌嘅。咁如果喺入邊揀一首嘅話，如果鋼琴咧就係、是一首叫《悲怆奏鳴曲》咯。咁就因為係阿貝多芬喺佢，因為佢係。有少少聽嘢嗰度有少少問題嘅，即係幾乎聽唔到咁滯嘅。咁就係喺就嚟聽，即係喺依個階段嘅時候咧，佢即係有感而發咁就寫咗一首歌，就寫咗依首《悲怆奏鳴曲》。咁依首都係嗰陣時我視力可能比較差，慢慢差咁樣。咦？咁可能又即係當聽到依首歌嘅時候，有少少體會到佢嗰個感覺，咁就可能即係特別中意依首歌咯。講起慘啊，個狀況苦咧，我好細個嗰陣時咧睇啲粵語殘片啊，張英啊、張活友嗰啲咧，佢哋一去到啲慘嘅位啊，譬如嘔血啊、行雷閃電啊嗰陣時咧，佢就會播一首啊嗰首歌咧，我一聽就覺得係好慘嘅歌，就係嗰首喂阿哥，其實係呢首歌係咪真係咁慘噶？其實本身呢首歌唔係咁慘嘅，因為其實係一位作曲家啦，叫馬斯奈，咁所寫嘅一套歌劇入邊嘅選段，咁一首小提琴嘅獨奏，再加管樂團嘅伴奏啦。咁其實本身首歌叫《沉思曲》嘅，咁沉思嘅啫，咁就唔係慘嘅。咁不過可能本身用呢個音樂嚟做粵語唱片，嗰位朋友可能覺得一聽落去覺得慘喎，咁就用咗嚟做啦。咁而其他觀眾咧，亦都俾佢好主觀咁樣入咗腦，就係覺得一有呢啲慘嘅場面咧，就係呢個音樂啦。係你話緊我啊，我就係嗰個主觀嘅觀眾。我唔單止係當其時即係睇到嗰個電視嗰個畫面喎，我而家冇睇咧。我有陣時經過，譬如聽翻呢首歌咧，我會覺得，哎呀，做乜鬼啊？好慘啊！係咯，想打啲咩出嚟俾我？肯定係唔係好正面嘅嘢喎。係啊，所以有時音樂都可以嘗試唔好太主觀，或者有俾之前嘅嘢入咗腦，即係可能嘗試抽出嚟，再
細心去聽清楚，可能有另一啲嘅唔同嘅感覺或者唔同嘅體會咯。啊，你咁你又提醒咗我，我真係好主觀。誒，咁你咧，哥哥你又中意啲咩音樂家或者音樂歌咧？我自己頭先細話中意貝多芬啦，咁我中意另外一位都係大家好熟悉嘅作曲家就係莫扎特啦。咁佢嘅音樂就好簡單啲嚟講就都比較開心啦，比較活潑啲。咁都似我性格啦，因為其實個人都比較樂觀啊、正面啊。咁佢嘅音樂聽到好似好簡單，或者甚至可能覺得首首差唔多，咁但係其實你要演繹得好都唔容易咯。咁入邊最中意邊首啊？最中意我其實最中意大家都好熟悉嘅嗰首叫《土耳其盡量曲》，即係大家即係大家嗰首熟悉嗰首，仲有最靚嘅豬腩肉攞咗呢首歌嚟做。咁其實本身呢首歌咧，有時大家聽到就算聽到本來原本嗰個莫扎特個版本鋼琴版本咧，啲人會覺得有時。逐啲個依首歌咁小朋友噶，或者再逐啲個咁係咯，咁其實依首歌唔係嘅，係好典雅嘅一首歌嚟嘅，甚至都好難演繹嘅。其實好多好著名嘅鋼琴家都會喺音樂會度演繹依首歌嘅，係啦。嗱，講到音樂就講咗好多啦，撇開音樂，講下你哋啲感情啦，阿星。嗱，一個啊睇唔清楚嘅視像朋友。你有冇拍拖噶？我有拍過啊，拍過拖。咁而家係同女朋友定係點啊？而家結咗婚啦。嚇？結咗婚啊？係。喂，咪住先嗱，唔準講大話嘅喎。真係結咗婚？係啊。咁人哋個女仔知你喂睇嘢蒙查查，你仲話退化眼？咁你將來點樣可以即係出啲期票俾人啊？其實拍拖之前佢都知道的啦。咁其實最主要都是大家互相去互相去遷就啊、理解咁樣咯。咁就即大家都有大家做即係應該做嘅嘢嘅。咁互相去分擔一下咁樣咯，就冇話即係就唔係話好大問題嘅。係。係。啊，哥哥咧？我呢家都係單身嘅。是之前有冇拍過拖啊？之前有冇拍過拖啊？之前都有嘅，有拍過拖。都有嘅。咁對方知唔知道你睇嘢蒙查查咧？知，冇得唔呃唔到人嘅喎。同埋我覺得唔需要呃住對方嘅，冇得呃。咁將來啦，將來如果又有個女仔啦，你好中意啦，咁佢屋企人攔咗你，你話：哎呀，你睇嘢都蒙查查，將來哇仲叫我女照顧你，咁點算啊？唔得嘅。咁你會點面對？咁。都明白他哋嘅擔心嘅，咁唯有做好自己啦，咁即證明俾佢睇，就算有缺陷都好，都唔代表即乜都做唔到，或者即兩個人相處唔係怎話即有時啲嘢冇得解釋唔到嘅，即唔係表面睇一啲咁一個人啊，係啦，唔係咁表面睇咁。即係兩個人，就算其中一方有啲咩問題，都唔代表大家相處得唔開心，唔一定咯。咁而家嗱，你哋兩兄弟就即係都大個啦，廿幾歲啦。咁日常工作靠咩維生㗎？你哋？主要係靠教琴同埋有時出去表演咯。係咁。教翻鋼琴？係啊，教學生，教學生係啦。哦，咁啊，喂，你哋兩個睇嘢唔錯。嗱，頭先你又講啦，自己如果有學嘅就可以記啫。咁你同啲學生，哇！你個學生俾個琴譜你，你又睇唔掂，蒙查查唔清楚，同埋喂會唔會你睇嘢嘅問題導致到教嗰陣時會好困難噶？我哋教其實我哋教嘅學生其實有健視啦，有視像都有嘅。咁四歲到七十歲都有。係啦，好細個又有，有啲好大個，係啦，細佬有個學生係婆婆咁樣，七十歲都有嘅。講到你嗰 part 先，你話你正常先啦，正常人咁你睇嘢真係弱啲噶嘛？我睇嘢弱啲，咁但係其實教嘅時候好大部分程度上係靠耳仔去聽嘅。
即係我用我把口去講解俾聽，譬如教電視嗰啲啦，譬如佢點樣睇譜啊，即係我用把口係講到俾佢聽嘅。咁我亦都可以聽到佢有啲咩彈得唔好啊，你彈錯都聽到嘅。咁譬如我亦都會喺佢隻手上面輕輕點一點佢咧，亦都知道佢啲力用得好唔好嘅。咁當然我之前都會上堂之前都會做一啲準備啦，譬如都會。自己用放大機看看啲譜，咁大概起碼知道份譜係點樣先啦，都會嘅。O K， 咁我問下細佬啦，你個四歲嗰個學生，你敢唔敢掂㗎？啲小朋友馬騮出嚟走喎。其實就最主要都係佢肯聽你講就 O K 嘅，咁都係慢慢教啦，由少少開始，即係唔好太急。咁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大問題。係，那家長係咪陪住埋一齊㗎？係嘅，係。哦，即係因為都會穩定啲㗎嘛，對呢個小朋友嚟講。咁我七十歲婆婆啦。係。咁你教七十歲人，你啊得個廿零歲，溝唔溝通到啊？再加上你睇嘢唔清楚，阿婆冇嫌棄你咩？我冇 OK 嘅，因為個婆婆睇嘢都唔清楚嘅。不過 OK， 咁就因為佢之前都學過一下嘅。咁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底又唔係好差，因為即係都幾估唔到嘅，就係即係七十歲咁，但係其實佢都彈得真係唔錯。係，咁我想問一下嗰啲睇到正常嘅人，佢點樣睇你呢位老師嘅咧？咩嚟？哎呀，有個睇嘢唔查查嘅老師喎，咁都 OK 啦，佢演奏卡又都有一定嘅水準。見佢咁樣啊，好啦，可憐下佢，因為佢睇唔到就俾個小朋友嚟跟住學嘢咯。絕對唔會啦，絕對唔會啊！俾錢咁樣，係託家長係佢俾出先，跟住想個小俾個小朋友，梗係要即係學到嘢啦。有時未上過真係唔知道，咁或者有啲家長可能覺得咦都嘗試一下啦，唔知㗎，未上過係咪先？咁上過之後覺得咦原來冇問題嘅喎。甚至可能是比外面一般老師是真的更加好，因為我不敢這樣說自己啦，但是我們起碼就是我們真的對音樂很有熱誠，即是我們真的很想多些人去認識音樂啊，學好音樂，即是很想他們真的學得好一點，所以自己都很努力去教，即是我教學生的時候都很認真的，亦都睇到有啲學生真係跟我哋學，反而係即係進步咗好多添。係，咁你講頭先話有個啲視像嘅學生，嗱睇到嗰啲就簡單啦，佢哋自己睇住去學啊。係，睇唔到噃。你又係靠講啊？睇唔到就更加要講多啲添啦。睇唔到佢真係要好靠我講令佢理解更加多嘅。我估係咁可能，係本身佢哋有底噶。有些啦，有啲都會有啲底嘅，即係本身學過。如果啲冇完全唔識嗰啲，咁你點教佢咧？咁都係譬如有兩種嘅。咁如果有啲本身係識點字，或者去想學點字譜，或者由想由低學起嘅，咁就基本上要學點字譜，咁會建議學點字譜咯。咁但係如果我教嗰啲就佢哋如果有啲可能想睇啲流行曲啊，或者簡單的歌仔，咁我會教佢哋聽咯，聽咗教聽 chord 啊，聽啲旋律啊，去喺個琴上面去由最初可能簡單咁即興咁樣去彈啦，咁再複雜，然之後就慢慢再越嚟越複雜咁樣去彈咯。係啊，細佬教琴裏邊有咩趣事啊？趣事啊，一時之間諗唔到啊，係咪？其實都。學生都很得意的，他會怎樣？他會說你看不到東西嗎？會不會的？不會的，都不會的，即學生都理解，都知道，而且他覺得就看不到，其實咦，但有教到，他們會知道我們聽到，即他沒得騙，即我們沒得騙我們的，這件事我就想帶出來，是的，真的的，你說你默書那些各樣的東西，不白順序都可能你說博懵啊！老師話你寫錯筆畫，但係唔係㗎，我寫啱㗎。你蒙查查，你睇唔到啫嘛。音樂都係真可以靠聽。咁就最後啦，問下你哋啦，用一個樂器形容下自己，會用咩樂器形容自己？首先，我覺得係鋼琴嘅。咁因為
即係鋼琴係一種樂器，係可以表達曬佢旋律、伴奏，即係或者係唔同層次嘅嘢。咁就即係好可以好精彩嘅，都可以好平淡嘅。咁即係一個音彈又得，十個音一齊彈又得。咁就好似我哋人生咁樣咯，咁就可能會係即係可以係遇到好多唔同嘅嘢，亦都可以係好平淡咁樣。咁就每一個階段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鋼琴係即係可以幾表達到我自己。好啊，哥哥呢？如果我揀，我都會揀鋼琴喎。唔係嘛？你咪抄細佬噶？冇啊！我主要是我自己對鋼琴是最熟悉啦，我都很了解鋼琴的特性，因為鋼琴很不同，跟其他樂器不同，就是它可以做曬旋律啊、伴奏啊，即係好豐富嘅個音色，其實都即係可以好即興，可以演繹到很多不同的嘢。咁我又覺得我自己其實人生而家人生都好精彩，即係好多嘢可以去嘗試啊。咁所以希望自己嚟緊嘅日子都會繼續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啊，唔同嘅挑戰啦、我想問你所講嗰啲嘅鋼琴咧，係平時喺琴行見到嗰啲一座長條形嗰啲啊，定係三角嗰啲琴咧？自己梗係最中意三角琴啦，因為好靚噶嘛。尤其是如果一部即係大嘅演奏廳入邊嗰啲 grand piano， 係好長好大，啲聲係好靚，兼且好貴，自己冇嗰陣時冇可能買到用一部，屋企都擠唔落嘅。即係佢真係長過正常琴行見嗰啲幾多度咧？佢九尺長嘅，要過百萬一部。九尺長啊！咁其實你隻手點會攬到九尺長？唔係個長咧，係意思係琴鍵嗰個三角形嗰個長度，再嗰個蓋嗰個長度。咁個琴越長越大咧，咁就出嘅聲就會越大越厚咯，去得越遠咯個聲。係啊，咁係一啲演奏廳度會用嘅琴嚟嘅。細佬咧，細佬係咪都係三角琴？係啊，咁即係學即係同哥哥講一樣啦，都係即係因為好貴嘅。咁即係自己屋企都擺唔到，咁所以就同埋咁我上係比較完美啲同埋靚啲咯，即係有冇咁嘅好 grand 係啦，係啦，啲聲都唔同啲嘅，因為前排咁，所以就都係會希望有一部即係彈嗰啲琴嘅時候，自己演奏都會覺得開心啲，即係嗰啲好似會覺得自己唔係都覺得以為自己演奏得好聽啲咁樣。咁啊嗱。祝福你哋啦！朝住你哋嘅夢想，追求你哋嘅人生咧，第一步嘅三角琴 ，OK， 咁啊，最後都祝福你哋啦！咁啊，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啦，大家咁話，有視力咧，當然係比起冇視力係好啦，亦祝願咧你哋咧嗰個生命咧都有更加多嘅色彩啊！咁就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再同大家去分享下其他人嘅天空啦。开心频道 Fun Channel， 一片天空，一个舞台。